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共赴冰雪之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柳。那《共赴冰雪之约》呢，是由中国体育直播点 TV 为大家打造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直播特别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希望做到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中国冰雪以及冬奥会盛会的一些情况。那也非常开心呢，请到了我们的一位知性美女吕志军，欢迎你。大家好，我是吕志军，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共赴冰雪之约，谢谢。那我也是了解到呀，我们吕志军是来自清华的体育社会学博士啊。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问，怎么考上的，好厉害啊。没有没有，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像比如说刚刚跟这个我们的主持人聊天，我感觉他在这个行业内应该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没有没有，不敢不敢。那我们言归正传啊，那昨天也是我们一起欣赏了我们北京冬奥会的开幕仪式的一些盛况。那对于这个开幕仪式，最让你啊吸引你目光的是哪一些呢？我觉得首先映入眼帘的肯定是大家的服装。嗯，对，对吧？服装。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可爱的童装非常有活力，然后他们穿上去之后运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好。还有就是我们展现冰雪的声光电在服装上都可以体现，以及我们的滑雪服。然后一谈到服装呢，就让我想起来一个，怎么讲，一个我们80年代运动员参加这个冬奥项目的时候，我们当时去国外参加比赛的时候，穿的是我们东北的那种特殊的厚秋裤，大棉袄。我们知道，因为冰雪运动嘛，它需要防风啊，那个防雨呀。但是当时我们穿着这个厚秋裤去的时候，国外运动员还以为我们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呢。其实就是说明了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服装的设计啊，我们的各方面跟现在相比是远远差别很大。那么经过这二三十年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服装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然后有很大的创新，并且在各方面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国际的水准。对，是的。那确实是昨天这个冬奥会开幕仪式的各个国家的服装啊，那映入眼帘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哇，好好看。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上面都纷纷打上了啊，如何找到这些衣服，哪里可以购买。那如果说到这些衣服，除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服装搭配也非常的漂亮，它不光有这个中国红，它后面还有白色，对，相映衬也是非常的好看。除了我们国家的服装以外，你觉得哪一家的服装是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呢？那要说服装，肯定是我们自己的服装。我们自己服装不仅是种类多、颜色多、各种各样，然后就是我们的一片中国的朱红映入眼帘的时候，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让我们很震撼。当然就是这个，我们看国外的服装也有很多，但是它有不同的品牌来赞助的，然后不同品牌它有不同的设计理念。好的，我们说完了这个服装呢，也是我们就一个主题来一起来聊一下。就是这个破冰寓意也是打破了这个隔阂啊，那相互走近啊，全世界的啊这些朋友们，有人来到中国，我们走在一起，就这个主题。那请我们吕老师跟我们聊一下。没有，其实破冰，我们讲的破冰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那个五环，我们那五环破冰而出的时候，我相信应该是很多人在电视节目面前看到这个五环破冰而出的时候，应该是感觉到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冰，那个五环就是在那种冰凿中，就是一刀一刀的出来。其实我们这个五环呢，是激光配合了我们那个声光电然后出来的。因为我们难以想象有那么重的冰，然后一直在我们那个主会那个鸟巢的里面来一直展示，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但是五环呢，它又是历届开幕式它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符号。那么五环它象征着我们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然后我更团结呢，是咱们在去年21年那个夏奥会
之前刚刚加进去的一个新的口号，然后我们的这个五环在破冰而出，刚好也寓意着我们刚好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呀，面对着疫情的大的社会环境呀，然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然后能把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就像我们的口号一起向未来，这也跟我们就像我们一直倡导的这个我们不管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大的战略也好，还是我们这个一起向未来，也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就是来够能够为世界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一块的努力和奋斗。是的，就像我们的主题曲一样，对吧？对，一起向未来。嗯，对。那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点燃火炬，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出来，就这个来跟我们简单聊一下。哦，对对，你刚刚那个主持人一谈到这个火炬呢，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一点，就是刚刚我看翻了一下朋友圈，刚好我的师妹呢，她是做了一个冬奥的那个引导员。引导员，对，然后师妹在做引导员。然后我就看她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特别感动，因为我昨天刚好立春，所以我这个插进了话题，非常抱歉啊。就她发了一个，她说立春时节呢，明明是淡淡的绿色，但是在她的内心呢，她因为他们很早就起床了，从凌晨，然后慢慢的排练，一直到很晚，一直甚至都工作到很半夜。然后他说，但他在他内心呢就非常感动，也很温暖，升起了一种朱红，就是我们所说的枣红色这种中国红，就是他的这个感动。然后我因为可能昨天太晚了，我看是今天才发的，专门标注了立春，专门标注了昨天的时间，然后就分享他在现场的这种感动。然后再回到您刚刚提问的这个骑手的问题。这个骑手的问题呢，刚好我前一段时间，因为北京是双奥之城嘛，然后国外有好多运动员呢，他就是参加了好多届运动会，也有运动员呢，他是既参加过夏季奥运会，也参加了冬季奥运会。然后我就去来搜了一下我们这个骑手，然后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就是有一个巴西的骑手，他叫贾克林穆劳，他一共加上今年的冬季运动会呢，他应该是参加了八次奥运会，其中是三次夏季奥运会和加上这次是五次冬季奥运会。他从2004年开始，所以呢2008年呢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北京奥运会，然后2022年呢又来参加我们的北京奥运会。不同的是上次是夏季项目，他在下一项目上参加的是山地自行车，对，获得了那个还不错的成绩，是第19名。然后呢这次他参加的是越野滑雪的竞速的项目啊。然后就我们可以从这个骑手身上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双奥之城它的魅力，就以及它我们双奥之城背后这些运动员身上的魅力，一直在这个体育项目内，一直在从事着不同的运动，然后运动带给他的魅力，带给他的激情，带给他的热情。然后我觉得这个骑手，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希望可以能够访谈到他，因为他应该是能够见证我们从2008年到2022年这么14多年来，我们从夏季到冬季不同的项目，然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他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好的，那说了这么多呢，也是对我们这个主火炬手啊这个选择，我们大家可能看了昨天开幕式也感觉出乎意料。是的，那你想啊，那之前我们心中也都是有自己的选择，比如说冬奥会的这个首金获得者杨洋，或者说这个著名的体坛尖兵叶乔波，以及这个冬奥会的四金获得者王蒙。但是最终在这个点燃火炬圣火的，而是选择了两个不知名的现役的冬奥的这个运动员。对，那对于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这个体育著名的啊这些评论员啊来聊一聊。我们请这个房学峰老师一段短片带给大家一起来瞧一瞧。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柳呢，非常有幸啊，请到了我们的著名老师房学峰老师，欢迎你。杨柳好。
观众朋友们好。那昨天呢，我们也是，哎呀，终于看到了我们万众期待的这个冬奥会的开幕式，也是非常的绚烂，有很多一些高科技的元素在里面。老师，您觉得怎么样？说一下您的感受。我的感受啊，就是说这个，我用了这么几个字，我觉得可以概括这个，这届开幕式。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特点呢是中国故事，然后呢这次的冬奥会的开幕式呢是文化自信。因为北京奥运会呢为什么讲它是中国故事，因为你看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就是说我们终于圆梦了，基本上就是讲我们经过有5000年这个文明积淀的国家，然后它呢终于圆了一个梦，就是实现了奥运会主办这么一个梦想，对吧？这是所以说圆梦的中国故事，这是一个主题。而现在呢则是一个未来的文化自信是这么一个主题。因为你从这里面，你比如说吧，他的这个孩子是吧，这么多的孩子在这个吹小号的是孩子，是传递国旗一开始孩子，然后这个是那个表现这个项目成长是孩子，是吧？所以说呢，孩子的寓意啊，全世界的通用语言就是未来。所以这个在这个提炼这个一起向未来这个主题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说这届啊，其实所以说为什么说这届奥运会的本质是跟上届会相比呢，文化自信这一点。你比如说24节气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符号，对吧？我们中国的这么多的孩子是符号，对吧？这个包括旗手的选择和这个主火炬手的选择也是更体现了这个文化自信。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的主火炬手啊，也是这个越野滑雪运动员这个迪尼格尔伊拉木江，还有这个来自我们山西太原的北欧两项的运动员赵嘉文，对啊，点燃了我们这个火炬。老师，我们点就是简单的点评一下这个点燃圣火的这个方式啊。就方式而言呢，就是说这个我认为啊，很可能成为以后所有奥运会主办国家的主办城市竞相效仿的一个榜样。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过去奥运会这个大火炬台啊，它消耗很多那个燃料啊，其实呢是有很相当高的这个碳排放。而这次点火的方式呢，充分体现了低碳环保节约节能等等这么一系列的新的这个奥林匹克理念。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应该说是就点火方式而言呀，应该说是大道至简。就说这个会为以后的这个大家别的国家办奥运会啊创了一个榜样。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如果说具体的就遗产，就奥林匹克遗产，因为每届奥运会啊都会为以后的奥运会留下属于这个国家的一种遗产。那么我们中国的这次北京冬奥会留下的遗产很可能就是这个点火方式，这个我相信是有充分的信心。而且我那个听他们讲说张艺谋导演也是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创意，一个突破。对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张艺谋导演也是当时用了啊这个15000名的演员。那我们当时的开幕式是用了4个小时。那么今年我们冬奥会的这个演职人员只是用了3000人左右，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用时只有100分钟。对，这也是非常清晰的，也是给予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示简约啊，对，环保就是文化，对，简约安全科技是他们原来这个奥运会的一个应该说是三大宗旨。那么安全这角度来讲很简单，因为它有疫情的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做，这要从这方面理解。因此简约和科技就变成了更重要的两个关键词。那么就简约而言呢，这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呢，它其实啊并没有在1小时40分钟内结束。因为那个这主要原因呢在于这个入场式的时候啊，入场式的时候啊应该是比预定结束的时间大概要具体时间我也没有算，但是我觉得应该慢了20分钟，甚至20多分钟。原因在于啊，参加开幕式的各个国家运动员都想在这个开幕式的这个舞台上多停留一会儿，多表现一会儿。所以因此呢，这个行进的就是举牌的引导员的行进的速度啊，我特别注意到法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啊，行进速度特别慢，已经变成了就是那个就是老年人
踱步那种速度了，哎，所以说，所以说这个时间的主要这个原因，但是这是但是呢，这个也是简约的一个标志，就是说这个时间呢比较大幅度延长，文艺演出呢比较少，这个呢是在简约方面做得很好，在科技方面不用说了，无论是这里面的，就是说这个各种这种虚拟的技术，哎，各种这个哎各种这个你包括这个这边用的图像跟踪的技术，哎，这都是充分体现的科技含量。这个呢就是让我那个特别欣慰，因为日本在办这个东京夏会，他获得主办权之后，他就说我们要办一个科技的奥运会，但实际上呢，就是东京奥运会是不是这个科技奥运体现的很充分呢？我觉得起码，反正我觉得是。应该不如是我们这届冬奥会，起码在开幕式元素上我们应该比他要强，所以我觉得从这角度来讲充分体现了这个奥运开幕式这几大宗旨吧。嗯，确实是，无论是在科技方面还是在意义方面，尤其在意义方面也是充分地体现了这个全世界战胜疫情和一个大家一起共向未来的一个力量。对，那么说到了刚刚开幕式时候，哎，这个大家行进的这个速度，让大家也会哎联想到，那当时各个国家穿的这个服装。我昨天也看到，哎，各种社交媒体上面全都是什么加拿大服装、荷兰服装。那对于昨天的啊这些国家的一个服装的搭配啊，老师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大家戴着口罩，所以说因此呢，这个在表现方面不是那么充分，哎，但是呢，仍然可以体会到，就是各个国家他们在这个服装设计、开幕式服装设计上还是各具匠心吧，应该说是，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是就是不能说，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和这个戴口罩的缘故，不能说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哎，因为你毕竟跟尤其是像因为冬奥会开幕式啊，它有一个里程碑，就是1992年的法国的阿尔卑尔的开幕式，就是那个，当时法国的开幕式呢，应该说是带动了整个这个奥运会开幕式艺术，应该说是开幕式艺术了，对吧？带动了开幕式艺术啊，比如说这个具有梦幻感、科技感、浪漫感、艺术感的这么一种。就是这么一种风气，相对来讲呢，就是这届奥运会呢，在这方面啊，因为要追求简约，所以并没有把这东西啊，把这些方面内容做到极致。但是呢，每一件事都是创新，而这个创新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它能留下遗产，能够影响到别人办开幕式。因为以后那个不一定每国家办开幕式啊，都去追求，因为现在在这种新的这种媒体传播环境下，这种这个就是新网络时代，或者说是社交媒体这个时代，其实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展现啊，不一定非要通过开幕式来展现，对吧？因为过去我们看开幕式都是这个恨不得这开幕式就是这国家的民族史诗，有这么一种感觉，对吧？你包括你像印象比较深的，像比如美国的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那个加拿大的这个温哥华冬奥会的开幕式，都有点民族史诗感。但是呢，在今天这个环境下，其实你要了解这个国家，不一定通过这种开幕式的这种，哎来看，反而要从开幕式要更要传达的是你这国家的一种核心的理念、核心的文化理念。所以说，24届奥运会2月4号开幕，2月4号立春，24节气，你看，这是文化自信，对吧？所以就这个，就是你别看这几个24啊，你让这个，就是说。也就是说吧，全世界的这个各地的不同国家的人，你把这几个24弄明白了，你就了不起，你就了解中国文化，你这或者说你就会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了，因为这四个二十四啊，真不是那个能够随便凑在一起的，是的。就说吧，过去有些外国人老觉得中国说你们有滑雪运动吗？其实不对，你们那些滑雪运动都是从我这儿起源的，对，哎，所以说他。迪尼戈尔作为一个来自阿勒泰的这样一个运动员，他传递的是这意义之一呢，就这么一个起源的意思，这也就是一个跨越几千年文明的这么一个穿越历史的这么一个含义。另外呢，这个迪尼戈尔是一个维吾尔族运动员，这个呢其实也是隐隐的向国际社会传递另外一种含义，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哎，所以说这个呢，迪尼戈尔这个含义呢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穿越历史的这种含义，对吧？那么这个。另外这个运动员赵嘉文呢，他所传递的含义呢，更是一种走向未来的含义。因为其实那天两个运动员身上都有一种一起向未来的这种含义在里面。为什么？你看那天那个，就是这个，昨天那个开幕式最后的
场地里的一个火炬手呢，是50年代出生的赵伟昌老师，60年代出生的李艳老师，然后交给这个70年代出生的杨洋，哎，再交给80年代出生的这运动员，就等于是啊苏炳添，对吧？这四个运动员呢，构成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么最后呢，把它交到两个00后运动员，就是赵嘉文和这个迪尼戈尔身上，其实传递的是一种一起向未来，向未来的意思。那么这个赵嘉文这个运动员呢，也是特别值得可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啊，北欧滑雪这个项目啊，是我们啊，北欧两项这个项目啊，是我们这届冬奥会最难拿到的席位。我们是在去年的全运会9月份，就全运会期间，9月份临时决定以让这个中国赛艇协会的主席刘爱杰老师率领一个团队去支援北欧两项，在最后时刻帮助北欧两项拿到奥运会的席位。啊，因为这个他这个北欧两项奥运席位虽然你是东道主，但是不好拿，因为你必须得有这个国际雪联的积分。如果你没有国际雪联的积分，那你就这个即使东道主，你也没有资格。那么国际雪联积分呢，需要在一个这个叫洲际杯的这样一个级别的比赛中啊，要进入前30名。本来这个比赛啊是要在我们国家举行的，就是在这个张家口这个场地上举行，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啊，我们没法举行，所以这个比赛呢就把它放在，就是应该是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把它放在俄罗斯举行，就俄罗斯有个地方叫夏塔吉尔，把比赛放在那儿举行，但是这个名字还叫中国站。中国站，哎，就是还是中国站。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吧，虽然这个比赛中国没有机会主办，但是呢放在俄罗斯主办，钱得中国出，简单说就这么回事。哎，借个地儿，哎，所以借个地儿，哎，借了一个地方办这比赛，这样一来就给我们获得这个前30名就很难。因为原来啊，我那几天啊特别关注这个到底有多少运动员参赛，因为我在想吧，你要是40人参赛、50人参赛吧，那你进入前30名的概率还是就比较大，对吧？结果没想到吧，因为那个受疫情原因，世界各国的运动员都想在这个比赛中拿到奥运会的席位，所以那个比赛有70多名运动员参赛。70多名。然后我们的这个北欧两项本来水平比较低，所以我当时想这下完了，为什么呢？70多人参赛，我们要进入前30名非常难。结果啊，非常的出色，就是我们赵嘉文表现，他是获得了第22名，就是那个。就是70多人参赛获得第20名，对我们的北欧两项来讲特别特别难，所以用这种方式呢，赵嘉文一个人就拿到了3个项目的奥运会的席位。就是说，除了他这个北欧两项的这个标准台大台之外啊，还使得我们跳台滑雪的这个团体赛可以参加这次比赛了。因为他这边有一个规定，我们的跳台滑雪混合团体啊，有3个运动员，就是2个女的，1个男的，但是这样数是凑不够4人参加混合团体。那么他有一个国际雪联有一个规定什么呢？如果你北欧两项有人参赛的话，那么你可以从北欧两项的这个运动员呢，可以去过来参加跳台滑雪。所以赵嘉文，你没看他一个项目，他一个人，北欧两项只有这一个运动员拿到席位，但是意味着第一，我们这个奥运会的15个项目就全都有运动员了，这一点很难做到，连加拿大都没做到，因为加拿大那么强的这个北欧这个冬季运动强国，他都没有北欧两项运动员参赛，我们呢有运动员参加比赛，所以保证了15大项的15个竞赛分项的，就是全面参赛，同时呢，也间接的使得我们跳台滑雪增加了一个比赛项目。所以说，就这个赵嘉文的意义非常重大，就他呢，其实就是体现了我们国家呀，要在这些传统上我们比较落后的项目上，我们要去赶超，要去突破，并且呢，要就是体现了我们一种新的中国体育界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所以我觉得昨天这个这两个火炬手的选择呀，这个目前呢，确实由于这个太出人意料了，所以包括中央电视台啊、新华社，就是很多这个我们国家的媒体啊，其实都没有把这问题啊理解到位和解读到位。我觉得今天呢，主要是因为杨磊老师的业务那么娴熟，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就给我一个机会啊，就是来去发表这样的观点。对，因为确实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这两位主火炬手的选择，这里面所传递的文化的意义和中国体育未来的这么一种意义。感谢我们房学峰老师这么精彩的讲述啊。那确实昨天的冬奥会的开幕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从容的中国。那好了，那也感谢房老师的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呗。好，好的，拜拜。好的，感谢房学峰老师刚刚这一段的精彩分析啊，那也是我们对一些啊
冬奥会开幕式啊，一些详细的啊，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了解。对，那我们也是继续聊回呢有关我们这个冰雪运动。那确实刚刚在节目开始前我也跟吕老师聊，我说对于这个冰雪运动确实在我们国内普及的很少。对，是不是？是啊。那在2015年7月31日呢，北京成功的获得了这个2022年这个冬奥会第25届的这个主办权。从那一刻开始，冰雪运动呢就被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那当时国家体育总局还发布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这个实施纲要。那现在已经2022年了，我们当时是设置了一个目标吧？对 对，多少来着？3亿人。3亿人，你觉得这个目标它达到了吗？那个我们应该是去年10月还是11月的数据，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有3.46亿人参与我们这个冰雪运动。我们以前说呢是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我们现在也说冰天雪地是金山银山。嗯，那我们这个冰雪运动就是我们这个战略的目标中，除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冰雪的一些产业，我们也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指导性的引领性的这样一些要求和想法啊，战略的要求。那我们其实谈到冰雪呢，其实那个杨柳小姐姐，您觉得这个冰雪它是一项运动呢，还是冰雪运动啊？就所有全部覆盖。那比如说雪上吧，打比方雪上，那可能我们在北京啊，然后东北呀，就这些北方寒冷的地方啊，稍微有一些就是低温度的地方，那大家可能都会组织几个小伙伴，大家出去滑个雪。对，那一看我们这主持人就非常的专业。我们这个冰雪运动呢，它其实是分冰和雪。雪啊，冰和雪它的概念就是冰呢是指我们的室内，然后雪指的我们的室外。所以我们现在冰雪运动呢，我们如果把它完全定义为是夏季运动的话，其实冬季运动的话也其实已经有点局限了。我们现在的冰雪运动基本上就冰的运动基本上可以是叫全就是四季化了，就是四季化。对，因为我们冰嘛，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冰场的建设，包括现在我们国家的冰场的总量大概应该是七百上下了，就这个数字应该是基本上能和俄罗斯并肩了。嗯，然后这个就说明了我们这个冰的这个产业，还有它的地域范围呀，以及它的发展，它的受众群体啊，已经慢慢的在普及和推广。那么我们所以说我们的冰雪运动是要分冰的项目和雪的项目来谈。那么冰的项目它可能会更脱离会比如说它受气候啊、降水呀这些的条件限制会少一些，那么雪可能我们就要受到气候啊、降水量啊这些的影响要大一些。然后包括我们会刚刚方老师的短片里会提到我们这个滑雪的运动它的起源地是阿勒泰，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然后这个地区我们看它这个雪的起源也是根据当地这个人的长期的生活的习惯和社会的环境，比如他一开门就是冬天的环境，他的出行的交通工具没有，那他就要想办法，我怎么样才能在就是这个大雪严寒的天气去狩猎，去满足生活。那么我们人类的智慧呢就能产生了，所以雪运动就很大。好的，感谢我们吕老师的一系列的啊精彩的分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知道是冬奥会的第一个金牌日，那刚刚在直播前这个首金已经产生了。那我们也是知道这个是越野滑雪女子双锥主赛，那这个冠军是由这个挪威的约海鱼格是拿到了。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提到过我们的火炬手，那他也是参与了这个项目。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迪尼格尔的一些信息。那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前方记者杨瑞奇，听他来我们带来前方的一手消息。哎哈喽瑞奇，现在位置是在这个张家口，然后我刚刚从越野滑雪的场地回到我的酒店，能够看到我的，就是因为接咱们的直播，我可以把这个口罩摘下来，因为我在酒店里面。刚刚是结束了这个越野滑雪的比赛呢，我们
国家的李欣，然后还有池春雪，池春雨，他们两位是成绩大概在40位左右，然后我们两位小将可能名次会更往后一是点，的。但是能有这个机会站上国际舞台，跟奥运选手们一起在这个奥运赛场上比拼，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很不容易的机会了。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突破。那毕竟今天是首金日嘛，那你分享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给我们好不好，瑞奇？好的。当时我们去到场地的时间大概是下午的2点多左右，然后场地的温度应该在零下15、6度左右。这个温度对于越野滑雪运动员来说是一个比较适宜的温度，因为其实越野滑雪它的时长拉的会比较长，如果出现一些比较大风啊，然后或者说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个比赛有可能会中断。但是我们今天的天气啊，包括温度都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比赛比的也非常顺利。其他的这个包括场地的阳光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在到达之前呢，也看到运动，就是在到达了之当我后，们再都在看到这运动员在场地里已经进行了这个，场地的适应性训练。我们中国运动员的状态也都不错，大家对这个比赛也都是信心满满的。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其实，与一些像挪威啊，然后瑞典，还有这个俄罗斯奥委会对他们的差距都很大，目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赛出自己的这个真实水水平，平，然后做到自我突破，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所以今天选手们的表现都很不错。那确实选手们也是尽了自己的最大的一个水平了。那其实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其实就是这个迪尼格尔了。今天有没有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对，因为他其实是吸引众多我们中国记者的一个很大的点吧，算是我们的报道点。我们也在这个媒体中心提前很久去预约这个混采区，今天的混采区真的是非非常常非常热火闹。热，各国记者全都聚集在那个采访台，都想要去预约这个混采的席位。因为混采区的场地有限，所以大家不可能说是所有选手、所有记者都能进到里面去进行这个采访活动，所以大家需要一个提前的预约。我们中国记者可能只有4、5位的这样一个名额吧。然后这个他也是吸引了我们所有人的这样一个目光，然后他当时在场上的时候，真的其实还蛮好辨认的，因为我们场地里面的运动员其实都裹得会比较严实，大家看比赛可能也会看到，就是运动员会戴着帽子，然后会戴着眼镜，包括有时候会戴着面罩，有一点点不好认，但是他会相对来说比较好认一点。包括我之后跟我们的摄影记者也聊天说，你们是怎么认出来我们在场上的选手？他们就会提到说，昨天的这个我们火炬手伊拉木江，他其实很好辨认，因为他的新疆长相，很五明官会比显，较突对。出，然后对很明显，所以就很好辨认。也很关注他在场上的表现，也给他拍了非常多很精彩的这个照片。其实对于今天的就是这个越野滑雪，其实中国选手的成绩不是太尽如人意，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中国整个冰雪项目来看的话，我们的发展其实是相对来说较晚晚的。的，但是能够承办冬奥会，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就包括我们昨天在开幕式现场，这个国奥委会主席也提到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之前曾经提，这个习近平主席曾经提出3亿人上冰雪，这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你像我们有很多队伍建设都会比较晚，大概2014年、2015年才建队。你不可能说是让队伍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就能够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我觉得这也是不现实的。其实稳中求进，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这一届冬奥会上有非常非常多突破的成绩，你像昨天的，前天晚上进行的雪上技巧。我们男子选手赵阳，他能够站上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够入围这个冬奥会男子选手雪上技巧的这个名额，然后包括我们这次，
能够实现4位女运动员都能够参与到越野滑雪这个项目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其实不仅是这两个项目，有很多项目我们都实现了这个满额参赛啊，然后包括我们这回实现了15个项目全部的参赛，这样一个。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对于我们这么短时间那个，这么短时间内能够实现这样的成绩，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内，我们中国选手一定会，更多的站到国际赛场上，更多的去比这些冰雪项目，能够与世界强手站在同一赛场上，能够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去竞争。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一定能够做到的。好的，感谢瑞奇，感谢瑞奇带来的前方的消息。那你在那边也好好照顾好自己，我们回来见。好好，谢的，谢谢。谢主持人。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瑞奇，我们带来了这么详尽的前方的消息啊。那我们继续和吕老师来一起来交流一下关于这个冰雪项目。那我们也是知道，在北方这边呢，大家接触雪冰会多一些。对。那么对于这些南方的朋友啊，那可能就是接触的太少了，甚至到了冬天，如果在南方的朋友在北京话啊，南方朋友说：“哇，雪是这个样子的，真的没有见过啊，好好看！”拍照发朋友圈，各种各对，种。经常看到南方的同学，就是比如到北方来读书的时候，看到下雪会非常的欣慰，然后跑到地上去，或者是那个外面去舔雪，然后品尝一下雪的味道。然后就刚刚我们聊那个，我们这个阿拉泰，我国啊，新疆这个阿拉泰地区是我们这个国际滑雪的起源地。然后我们虽然现在呢这么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国际滑雪这种起源地、这种圣地的它的认证，其实需要非常严谨和考究的一个过程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方老师刚刚应该也提到了，就像那个单兆健老师，他也是我们，他其实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他发现了我们，他就是通过去访谈一些人类学呀、气候专家呀，来考对于我们这个阿拉泰地区的这样一个起源地进行了认证。然后因为他一直在这个项目上，所以他就会想，那么这个滑雪的运动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会有滑雪呢？所以就像刚刚我和主持人我们俩一块儿讨论的是，对，为滑雪怎么来呢？那我们这个滑雪这个项目它会是怎么来的呢？那肯定是首先第一点，那么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他需要出行，那么出行他肯定是面临着他所在的地方非常严寒，然后降雪量又很大，然后就比如说我们那个过膝的雪，然后我们要出行，所以这是它的气候，天然的气候条件是这样子的。其次呢，是它这个地方呢必须是有人类生活，有人类生活了很久，有这样这种情况下，我们人类才会想要去探，就是向外界去拓展。那也这个滑雪运动也刚好说明了我们人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对交通工具呀，对于出行的这样一种需求和要求。那么第三点就是，比如说他生活的地方有可以狩猎的，比如动物啊这种对象，能够满足他的最早期的一个食物的供给。然后就包括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它当地的环境能够符合它能够去制作这个滑雪的工具。所以呢，这个单老先生呢，他就会在他这个应该是在他有一段期间在化工学校做老师，趁着这段时间呢，他就去新疆这个地方去考察，然后也通过一些人类学家呀，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新疆的一些古代的那个岩画上发现了一些滑雪的这种岩画。并且也发现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原始的那个工具，滑雪的工具。所以说这个后来他的所有的认证，所有的资料符合完之后，然后我们阿勒泰地区作为我们国际滑雪圣地的这样起源地，就得到了很好的认证。好的，感谢我们吕老师的一系列的详尽的分析啊。那我们也知道，今晚呢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将亮相了这个男女混合接力赛，这个是非常2000米对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项目。那也是将会产生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首金。那我们马上连线一下在首都体育馆的我们的记者张小叶。小叶，能听到吗？小叶能听到吗？哎，你好，小叶。那现在
你能听得清我的声音是不是？好，你跟我分享一下现在现场的一些画面好不好？我的这选手进行了一次热身，包括像我们所熟知的武大靖、任子威、李文龙，然后女子500米的参赛选手，徐春雨、范可新、张雨婷都进行了一次热身，然后在女子500米和男子1000米热身中间还进行了一次交冰的过程，对。那毕竟今天呢，也是可能是中国代表团的首金了。赛前你们看到他们的状态怎么样？我因为刚才是没有看到这个团体的热身情况，然后根据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雨婷这些选手的一个热身情况来看，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就是像往常的比赛一样去对待吧，因为大家的热身训练也是井井有条的在进行，包括其实，在开幕式之前我也来到这边观察了2次他们的训练，然后那2次其实他们都是在为这个今天晚上这个2000米的混合团体接力在做准备，在做一些交接呀或者配合，大家都是井井有条、有条不紊的，然后按部就班的完成一步一步的动作，对。那大家也都是非常期待啊，今天晚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首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对这个男女2000米混合接力寄予厚望。你怎么看待我们中国队目前的一个前景？以及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新增加的一个项目，其实到现在也就4年的时间。然后，其实，在北京冬奥会开始之前，这个四站世界杯的一个表现来看，咱们中国队是在这个项目上表现还是，不好意思，没关系。表现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对，因为四站世界杯咱们是获得了2金1银1铜的一个好成绩，然后最后在这个世界杯的一个积分上，咱们中国队也是排名世界第一位的。其实从这些表现来看，我们是可以充分的有希望，然后也有理由自信的去，表示我们中国队是有信心去争夺这枚金牌的。但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可能看比赛看得多的朋友们都了解啊，它这个项目非常的不可预测，非常的戏剧，可能就时时刻刻都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谈到其实咱们中国队这次的对手。可能比如说像韩国队，也是这个项目的一个世界纪录保持者，然后再像匈牙利队，其实，在刚刚的热身中，我也看到了，这个刘少昂也是出现在了冰场上，然后包括荷兰队，然后他们的女将舒尔廷，无论是从500米还是到1500，就中长距离、短距离都非常的强，所以说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轻敌吧，对。好的，感谢小叶带来的前方的分享。那在那边照顾好自己，我们回来见。好的，刚刚也是记者跟我们分享了一些我们今天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是具的，体的情况啊。那我们也还是聊回来，我们聊一下这个关于冰雪的普及吧。那毕竟我是北方人，哎，我们刘老师哪里人？我也算是北方人，北方人是，我河洛北，阳，河南洛阳，河南。那应该也是会接触到冰雪的会，雪，是不是？对。那对于冰雪来说，我觉得南方的这些朋友，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见到雪就非常的新 鲜，是非常的。的激动。那对于这个冰雪的发展，那么现在在南方发展的怎么样了？就是，我们现在说我们这个冰雪的发展呢，是北冰南扩，北冰南展。展，西扩东建，东进啊，sorry。就是说我们这个这样这个过程，其实它就也有一个我们理念的一个发展。不，刚开始我们会说是北冰南移，然后后来是我们知道移这个概念是一定有一些些可以考究的，有有什么些差别吗？我们说一个人他移过去，在一个地方定居之后，我们说它叫移。我们说这个冰呢，不可能从北方移到南方之后是北方的，就没有了，所以对。我们就叫南展。
所以我们现在是南北方都有，包括这个东西方也都在，东西部也都在发展。嗯，所以我们这个后来的措辞就变成了南展。嗯，然后现在就像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我们冰场的发展的数量基本上几乎可以跟俄罗斯相比肩，然后这也是我们从之前冰雪运，在没有我们要申办这个冬奥会之前，我们的冰雪的运动冰场啊、雪上项目、啊、都是很少的，并且我南方的朋友孩子们就更难去感受到这种，因为气候条件限制，它不可能有雪，并且冰场我们也知道它的建造的过程、建造的代价也是需要得到一些政策的支持各方面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大的战略下呢，我们这个冬奥会这个很好的契机呢，所以它就有很好的发展的环境。嗯，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冬奥会刚好也是，之前我们就根本就没有想象过，我们这个冰雪项目，就刚刚我们聊的出道即巅峰，就是我们的发展是一下子上了这个快速车道、高速路的。那么，冬奥会呢，也就是在我们习大大他就是相当于是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就是在我们没有提出，就我们就是在体育行业，他就会想我，因为我们冰雪运动冬季的这项目，其实除了我们所关注的，比如说短道速滑这些呢，我们比较熟悉，其他的项目呢，在2015年之前，它并不是很完美，或者是起步是比较晚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敢提出要办冬奥会，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包括从我们的开场到现，我们的开幕式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办赛给世界全世界人民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嗯，好的，感谢我们吕老师。那刚刚也聊了这么多冰雪的一个普及啊，那其实对于这个冰雪的普及和推广，对于在我们这个全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呀，确实有一个一直在默默耕耘的人，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柳。那刚刚呢，也是刚结束了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资格赛，那也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原国家队的单板滑雪教练李维老师。你好，大家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偷偷的翻阅了一下我们李维老师的资料，那人送外号什么知道吗？李教授，Professor Lee。对，为什么这样呢？其实这个是这样，因为我最早啊、最早那个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从事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教育工作，所以我同事啊，还有这些我的这些学生们都管我叫李老师，李老师。但是呢，我那个这个那时候也滑单板、啊，经常去乔波，就每礼拜都去两三次，然后跟那些这个一起玩单板的朋友们啊，在一起玩啊，交流啊，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对单板有比较深相对比较深的了解，然后经常看这个很多的DVD 啊，还有很多的杂志啊，所以可能比一般的这个滑手来讲，可能对这个单板的知识啊，还有这些这个行业的这些情况相对比较了解一些，然后又是我是从事教育工作，所以我周围的这些玩滑板单板的这些朋友都管我叫你这不是老师，你这是教授啊，教授级的。对啊，你这 Professor Lee 教授，不就最后就叫李教授，然后就这样了。那李老师，我们就是最开始从事单板滑雪，是不是也因为自己对这项项目啊，有一个非常浓厚的兴趣？是的，是的，是的，我也上中学的时候就玩那个滑板，然后呢，我到了这个到了日本以后，我就开始玩的是冲浪。对，因为我们冲浪对。哦，那感觉你喜欢的项目都是极限项目。都是板类的，都是横向的，这样站在一个板子上啊，这个姿势也都差不多了。这个我们大学又是这个全日本这个冲浪水平最高的这么一个大学，然后呢，我的这些冲浪的小伙伴们嘛，夏天冲浪，那冬天咱们自然而然就去雪山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到处去日本这个很多的好的雪山啊，就比较。这个雪很厚，然后那个这个反正挺有名的这些雪场去到处滑，然后越来越开心，然后越来越上瘾，然后就开始有自己的装备，买装备，装备应该很贵啊。对，确实当时也上大学吧，没什么钱，自己打工来挣钱来买这些装备。
对，因为比如说在北京的话也是跟一些小伙伴也会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去滑个雪什么的，嗯，哎呦买那一套装备下来没有一个万八千的真下不来，哎，确实是确实是，嗯，而且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朋友买了2000的我想比他买的更好哎就会这个样子，哎，对对对，嗯，这装备这块确实是也是单板的一部分对吧，嗯，装备也是不断的在这个翻新，然后样式也是越来越就是有是花样，啊，对各种风格的板子也不一样，然后花式也不一样，是的，所以每年这个哎给自己换一个新的雪服，可能换个新的雪板，然后颜色搭配一下，哎，颜色搭配一下，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奖励吧，干了一年了，努力一年，换点这个新装备，是的，去雪场再去开心一下。聊了半天，我突然发现啊，我们李老师特别像一个人哦。金博洋有人这样说过吗？有没有？因为我最近啊，有点发胖，从队里下来以后，这个在家里吃的比较多，然后运动又少，先有点这个小肥肥。我觉得还好，没有了，毕竟我们现在也没有说是每天要训练什么样，平常是很健康的。哦，是吧？哦，那我就先暂停减肥。嗯，刚刚也是聊了大概就是我们李伟老师喜欢的这些项目，比如说是冲浪，比如说单板滑雪。那我们也是知道今天也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啊，哎，对于荣格，老师您怎么样去评价一下今天表现呢？荣格其实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这个，来到了我们国家队，然后这个一直也带他去训练，然后去比赛，一直状态都是不错，然后在队里也是最拔尖的运动员，在中国的这种女子水平他是应该是最高水平了，这次能有机会代表国家去比赛也是因为首先是能力在那儿，然后他的积分也相对是最高的，拿到这个这个东道主的这外卡，进到比赛，但是呢这个总体他的实力啊，我看到了和国外的选手跟最顶尖的选手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他的怎么说呢，这种应变的能力啊，你看他第一次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比赛都是在一个地区，在这个坡障的道具区出现了失误，一般可能会这个第一轮失误，第二轮会针对那个区域进行一个调整，或者说这个心态的调整都会有，但是还是没有调整过来。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年轻，刚19岁，经验还比较这个没那么丰富吧。这次觉得很遗憾。那他的实力，我觉得还是应该这个排名还会再高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对，没有发挥出他的最好的水平，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最遗憾的。那我们这项项目的一个选手的年龄，他现在19岁嘛，他的可以职业生涯达到多少岁？现在职业选手一般小的有10几岁的，12、13岁的职业选手也有，那么40、50岁的，可能40多岁的职业滑手也有很多的，你有吗？也有很多的，各方面骨骼其实还是可以承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我在国外能看到很多就是老人在滑单板。这就很正常，所以就，这个职业生涯来讲，可能能参加比赛的职业生涯，可能就10年左右，但是之后也是会作为职业滑手啊，比如滑大山呀，或者进行教学呀，这些其实也是算是这种职业的这种滑手，他们也会拿到这个赞助，拿到这个工资，所以说这个作为运动员的这种生命可能就10几年这样。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李伟老师也没有从事教练的这项的职务了，那么之后您就是做哪些比较多呢？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单板滑雪的推广上面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从国家队这个出来以后，然后目前还属于一个调整的状态，当然今后呢也会就是利用在这国家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包括经验，然后如果要是能在这个单板儿童青少年推广这方面发挥自己的这种发光发热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小的梦想。对，
其实啊，老师，如果聊单板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双板。哎，啊，因为当时我也是跟几个好朋友我们去滑雪的时候，大家想，哎，你滑单板还滑双板啊？这个单板和双板之间的差别，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聊一下？首先是一个板子和两个板子，对吧？双板呢，就是两个脚踩在两个板子，然后它滑行的时候，这个胸冲前，对吧？跟咱们走路的方向方式是一样的，对吧？没有怎么改变，哎，都。那我们单板不一样，单板是哎肩冲前面，侧向的，完全就利用的平时这滑雪时候利用的肌肉是不太一样，而且还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协调性。协调性，哎，对。但是这个如果你平时喜欢玩滑板或者长板啊，然后有机会能冲冲浪啊什么的，就会发现跟这个单板其实是属于一类的这种运动，都属于板类的极限运动啊。这个叫我们叫3S3S。Snowboarding， Surfing， Skateboarding， 都是 S 打头的，对吧？挺有意思的。三 S。翻翻书了。哦，对，对 ，Skateboarding 就是滑板嘛。Snowboarding 单板 ，Surfing 都是 S 打 ，Surfing 是冲浪。三 S 都不分家的啊。明白。就是都是这样，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项运动的选材，我们会着重在什么年龄段，或者说这个孩子小宝宝嘛，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素质条件去选呢？其实从事这项运动的小朋友，小一点的有3、4岁开始，3、4岁都可以吗？对，苏翊鸣就是4岁开始，苏翊鸣对就开始滑单板。那么当然3、4岁来讲相对去小一些。那5、6岁开始，就是一些专业的训练啊，相对专业的训练都是可以的。那当然从7、8岁来讲，就可以相对这个把难度提高上来，因为在国外有很多7、8岁小孩就开始在这种专业的训练场地，比如说蹦床啊、气垫的这种这个跳台啊，包括一些就会请一些专业的教练就开始做一些转铁动作了啊，这些就是从其实5、6岁、7、8岁。稍微晚一点的就9、10、11、12岁都是还可都来得及，因为我们运动员基本上就是从12、13岁开始训练4年以后，现在已经能达到接近世界顶级水平的这么一个一个级别，所以那当然肯定是我们每天都在训练嘛，对吧？那提高的肯定快。如果要是没有在队的情况下，差不多一个礼拜练个2、3次或者2次、1、2次这样，那就。其实就无所谓，就哪怕4、5岁的小朋友也都可以去尝试，对，就是只是说从小朋友这里，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年龄段，比如说肯定是越早越好了，开始培养嘛，培养人才。那么在身体素质方面呢，就是比如说学舞蹈的小姑娘，那选材肯定觉得女孩腿长，身体纤细，啊，或者说长得很美，这方面去选拔。那么我们在选择单板运动员的时候，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选的一些选项呢？是这样，就是我们队是跨界跨项的一个单板国家集训队，那我们。的队员呢，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比如说体操，练体操、练蹦床、练武术，甚至还有好多少林寺的这些运动基础的，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这个运动基础，有空翻的这种基础。那比如空翻啊，还有这种转体的这个肌肉记忆已经在他们的融入到身体里面了，所以让他们再去这个通过滑行练滑行啊，不断的去增长他们滑行那种技术能力。然后这个综合起来，那就可能带的比较快。对，那么其实这个怎么来讲，就是身体素质还不错的小朋友们，我觉得都可以从事这项运动，不一定非得说这个我有什么什么经验啊，他只要身体素质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弹跳力不错呀，然后的核心力量比较不错呀，哎，跑得快，跳得高啊，这种的都没有问题。那当然肯定就需要一定系统的这种去不断的去这个雕琢它，对，你开始可能就是一个木头，那我去雕琢，把它雕琢成一个艺术品，这需要后天的一点一点的去雕琢。一开始就知道它是一个身体素质不错的小朋友，那就肯定没有问题。比如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如果我要再去学，而且想要从事这个项目成为自己一个职业的话，是不是非常晚了？啊，不晚不晚，因为就是那个您可以就是比如说先是自己滑，不断的去
这个把自己的滑行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有了基础以后，然后可以去挑战一些相对难度的一些这个障碍啊，比如 box 就是箱子 rail， 还有一些跳台，然后呢，这个有一定经验以后，可以去考一些，比如教练证啊，或者说是这一些这个指导员证啊，这种裁判的证书啊，都可以去通过这些方式，然后那个更接近这种更一步的这种接近这种freestyle snowboarding， 就是自由式滑板自由式滑雪这一块，对，接触这些自己喜欢的项目，没错、通过不同的方式，您不一定非当职业运动员，也可以当这种职业的裁判、职业的教练，所以说这都是可以的，离我自己热爱的项目更进一步。现在开始绝对不晚。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单板滑雪其实在以前在我国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但是逐渐这几年也发现了这个单板滑雪逐渐在国际上面也是有一些名次。哎，对，您对这个事情跟我们来聊一下。首先女子方面呢，就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在瑞士的这个站的世界杯单板滑雪大跳台的比赛中，那个刚才也出现那个荣格嘛，荣格是获得了第八名，就进到决赛，这个是中国运动员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对，然后其次后来是到12月31号，荣格又参加了一场比赛，是破障，当时获得了第13名，成绩也是不错的，这个都是中国女子运动员获得最高的成绩，最好的成绩。那么男子来讲呢，这个我们有这个小明苏翊鸣，他是在世界杯上获得过冠军，他是在大跳台的比赛中，对，获得过世界冠军，这也是中国男子运动员首次进入到决赛，然后又获得第一枚金牌啊，这也是可喜可贺啊，水平也是算是国际顶级的，对，然后他在后面障碍的这个赛道也是有很多好的成绩，进入到前十几名这样，对，水平还是非常的高。感谢李维老师的默默耕耘、辛苦付出，那也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国冰雪啊遍及全国各地，能让更多的小朋友和青少年都学起来、练起来。是。那刚刚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李老师是不是饿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一起去看一个另外一个环节吧，福利环节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的呀。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吧。比如两项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它是一个很适合中国人的项目。就昨天晚上开始下雪的时候，我心情比较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冬天。我想得很远，但是你得做眼前的事吧，得脚踏实地吧。你可以想，但是你得回到现实吧。不练了，因为那时候就自身性格方面吧，就自己身上问题也多了，就不练了。然后我16年回来的，那时候伤好成功，然后就回来了。16年的时候练的北欧。它的特点呢，就是，在18-19赛季的时候，它跳得非常非常好啊。那时候在洲际杯上，跳台的这个排名已经能排到前10名了。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跳的时间特别短，这个基础很薄弱，经过某一次训练的一个失误吧，可能摔了之后，对他的心理就有影响了。就是受伤，就膝盖受伤，然后修了8个月吧，当时就可能当时成绩往上进步的还挺多，
但是受伤之后，就挺失落的，也没有太多想法。我的离开国家队训练期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腿伤好了之后，我们一直都在研究那个训练计划。我觉得我教练在那块就是我的支柱了，父子吧，就是那种不用说话，他给我危险时候就知道。这名队员特别要强啊，通过那以后呢，他每次对自己特别特别严格要求，在体能方面呢，都是比别人多练。每天我们练完之后，晚上他都要再到体能房进行核心啊、稳定啊，包括一些力量训练。这个跳台也是每天回去看视频。他就是对他自己要求特别特别高，所以说也会导致他不放松。但是他这名队员呢，进步也很快吧。也是下一步我们突破的一个重点。今天在俄罗斯夏塔基尔举行的北欧两项洲际杯男子个人标准台加十公里越野滑雪比赛中，赵嘉文以第22名的成绩取得了一个宝贵的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这对我改变可能很大吧，因为冬奥会经过这次吧，我感觉认识了很多东西，团队里面就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啊，他们付出啊，就为我们，就感觉不一样，感觉机会很好，条件也很好。东道主嘛，咱踩着是自己家的，肯定不一样。26年的冬奥会会想那么远吗？会。会想些什么呢？我觉得26年的奥运会，我应该能站上那台吧。大家好，欢迎来到冰雪之约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蛋蛋啊。昨天晚上的冬奥会的开幕式大家看了吗？那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开始之前啊，蛋蛋呢特意连线了一位四川的朋友，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分享他的北京冬奥会吧。好，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连线一下一位远在四川成都的朋友，也就是我们的沈根连沈总。那他呢也和他的同事们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了昨天晚上的北京冬奥会，我们来连线一下。沈总，嗨，沈总，嗨，能听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的，沈总，很高兴和您连线啊。那我也是听我的同事们说啊，昨天呢您是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了咱们的北京冬奥会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沈总？是啊，我和很多观众朋友一样，也是非常激动的在观看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主火炬的点燃，这也是奥运历史上首次使用微火的方式，充分体现了绿色环保的理念。颁布和我本人对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精神非常的赞赏和认同。是的啊，那您刚刚也说到了绿色环保。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提一下，昨天在现场啊，我们每位观众手里都有一个观众包，是吧？这里头呢有一份小小的纸巾啊，我听说跟你有关系哦，沈总。是啊，这个很多观众啊，在现场就晒出了自己打开来看自己使用的观众包。这个暖心实用的观众包里面啊，就有我们的产品颁布纸巾。所以呀，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不仅是作为一名中国观众观看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那也是作为冬奥会的参与者，带着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理念，参与了这次冬奥的开幕，让我非常骄傲。
是的，哇，小小的一个纸巾却力量这么大，千千万万的品牌为什么颁布能进入到咱们冬奥会的这个暖心包？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陈总？这次能够入选暖心包呢，其实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产品的品质。颁布呢，一直以来秉承环保、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呈现和竹子一样的自然本色，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喜欢的环境友好型的纸巾品牌。正是因为颁布的努力和坚持吧，与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达成了一致，所以才能荣幸的成为冬奥会开幕式的一份子。嗯，有人跟您突然联系说，哎，我打开了纸巾包就是您家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现场？哎呀，太多了，真的，嗯，有很多给我发，嗯，我特别开心啊，也很自豪。嗯，好，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沈总啊，也是对我们北京冬奥会呢说两句祝福语，可不可以，沈总？好啊，我希望奥运健儿赛出好成绩，啊，也希望我们的观众啊，能够从拼搏竞技的快乐中体会到我们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理念，也希望全世界各国能够通过冬奥会看到我们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在推动建设美好世界方面的决心和信念，共同携手战胜新冠疫情。